友吗？哦，你说你最近还不错。啊，你说你最近在等谁？我也正在 waiting for someone 耶。那哦，好哦，那我们一起等。让我们欢迎参赛者谢振安带来的最近。下一位参赛者刘炳伦，请准备。先生啊，我已经忘记 key 了，不好意思。啊，讲到什么？听说你最近很孤单，有点燃，有点慌，可是我却不能躲在你的身旁。你想要的我却不能够给你我全部，我能给的却又不是你想要拥有的。我们不是也不想认输，好几次我们抱着彼此都是想要哭，想解释这样的一切都只是开始，我确实所有的一切早就已结束，不想再约束，不要再痛苦，下一次会有更好的心路。谢谢。